孩子越大，担子也就越重。为了孩子的将来，我还得再加把劲儿。所以我们决定买台电脑，开家网店。电脑可真行，管账比价几下就搞定了，还能找到更多买家，增加收入。生意想做大，还得靠电脑。咱总得为家人多打算呢，不是吗？